男子牵着骆驼迎面而来，两名女游客自称到杜拜观光，却在沙漠中迷路，望着一望无际的红土，不晓得该怎么办。其中一人异想天开，打开 Uber 看有没有奇迹，没想到却跳出来这个选项。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, we are lost. So we call the Uber come in. And then you can also have a Uber. There's an Uber car. Uber 车款还有其他选项，其他交通工具都是骆驼的好几倍，而这一趟不到台币500元，实测点选后。骆驼还真的出现。骆驼师傅说，以开骆驼为生，在沙漠中载客。What do you do for living? I driving Uber camel. Oh my god! 影片在网上疯传，却被质疑造假。印度媒体说，其实这是 Uber 和当地旅行社合作的影片。影片出镜的不是游客，而是当地网红。若真的在杜拜沙漠滑 Uber， 是叫不来骆驼，因为根本没有骆驼服务。不过若和旅行社事先规划，还是能请骆驼当地陪，在当地游览。